Thank you.
这挺有。这个坐这边可以放下来，形成对立的一个作用。什么作用？走过的门，走两个，你记得哪里了？
Thank you.
兔子未知。那我们走到下一个吧。哇，这是什么？兔子。前兔子那么大的。Thank you.